今天来做一个爆浆蛋糕，先从第一层开始，来一个柠檬黄。哇，哇，这个爆浆很多耶，做的这个量超级足，天哪！好，第一层，好，可以，然后再来一个粉色的，当当当，第二层，哎，第二层在这里，我都弄错了，第二层，哇，第二层我们的粉色，回音，天哪，这个爆浆太多。哦，不能再挤了，已经到下面一层了。再来绿色，你们最喜欢哪个颜色？天哪，噔噔噔噔噔，太好看了吧！哦，天哪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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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， 太多了，我做了那么多颜色。再来一个红色，大红色，红红火火。天哪，我那会做奶油的，做这个爆浆的时候，我还怕它不够呢。到现在看来，这个爆浆爆的有点多。好，一大红色。再来一个巧克力色，好，再来一个巧克力，哇，好过瘾，嘟嘟嘟，哇，直接上面贴完捏崩了，天哪，这能成功吗？太猛了，太猛了，直接把上面给我捏爆了都已经，妈呀，好，巧克力，我来挤到这里来 ，OK， 好。把镜头挡着了吗？这是啊，没挡镜头，但是我的手机上现在已经。再来一个蓝色，我最喜欢的这个天空蓝。噔噔噔噔，我还做了两袋呢，因为下面的一层特别的大，我还做了两份，挂到底。好，还有一份，再来一份，好吃。爆浆这个浆最过瘾。好，看一下蓝色，所以你看我今天这个颜色和我的衣服上特别配。天哪！OK， 完成了，下一个视频一起来爆它。